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赖水电行，你上次办外卖，这次办水电工。我一个大男人出现在乳房外科就已经很不正常，我还跟那些女患者袒胸说乳，他们不会觉得我是大变态吗？把所有重要的时刻我都不在他身边，他人生最美的时候就是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，我找不到我自己。卡布个屁，就你啊！我叫卡布，我不是个屁。喂，你好。